才好啦，他那个不会受伤了，没有什么受伤了，哎、对，那是手掌的问题。所以我推这个地方，对，因为个子矮，个子高，但手掌不会受伤，那不需要锻炼。因为有些学的不一样，我们会有些粘脖子啊，但不会去粘你。等一下，你像我这样做，叫他，你喂同样的东西，你把它弹一下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先说你们这个经验，就是能够弹的。啊，他喂不喂你同样的条件？好了，那你就。那我们现在不是这个问题，他喂我同样的条件。你要把人家哈跳出去，再跟我人家说，给他碰碰碰碰，我这样能够跳，这样子，这就一定热出去，这样我一定会。我教过，你用折叠手，好，我们就是在利用他的。如果我是这样子，我就没有办法，他也不会做作。你懂我意思啊？啊，可以啊。啊，弹你出去的要条件啊。我说过弹要有条件，来。我这样是因为我的条件。二，我要弹你出去，你折叠一下，松。我也弹你出去。二，我要弹你，你把我塞。我也弹不出，但你们多慢的，懂这意思啊？来，你给我一下，我一弹，你还塞住了，那我怎么弹？你懂这意思啊？来，你要弄我，我一弹，哎，你就是另外一个，你叫折叠，对不对？这样把我吸了，你自己不自觉了，我听的，不是这两种都可以，反正是。啊，这个把我塞住，对不对？那好，他把我塞住，然后把我送出去，那我势必要这样。不是，是我要听，我要听。可以了吗？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再。那我们为什么接？一接就谈这个东西，我先了解。因为要谈人啊，可以说过这个叫做演示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演示呢？那是表演示范嘛。我今天反问你，如果他要跟你谈，他不是故意跳出去的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一定没有。他给我一样的条件，因为你们平常会练弓拳嘛，但那个也不是说，那没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不会。那我就弹，那他给我塞，不给我弹，那我弹不出去吗？你给我塞，你给我折叠一下，不能弹啊！不能弹，我现在弹。但是你要。
要具有条件，它刚好可以。帮忙找一下铁，还有红线。啊，可以。但是这里面我刚已经讲了，如果不跟那个灯也先在一起，然后整个提袋呢，整个布的提袋。啊，各种各种。等一下，你跟讲给我。啊，这个是。他碰到怡婷，怡婷要铁线，我借我的力量推一下。怡婷，那你就是他入了工作和什么？就是他入落空，就是他现在手头有什么？就这样，假设自己想赚钱。啊，会这样说，有人过来，谁呀？我会这样说，会做不到，就没人到吗？到。假如说有人来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上来了。下水道这样，用这边的，是那个，东西都有放在一起的。三，好来，你给我一下。三，那如果要被人打的话，他当然不会打我这，他傻瓜。但有些人他会打小脸，打小脸。他当然是他有可能不上前，当然我是下命令讲再上前，因为如果事是连续的，也就是他打下我打上，那他打我上，好，他已经觉得背刺了，因为他这样，因为他觉得背第一下被这样打，那就是太上。我就是说我的话，我聪明，只要如果你这样断气这样。喂，养内功的嘛。喂，那我很简单，我就把这个养好十年，然后这个龙骨养得很大，就这样啊。啊，比如说这样。喂喂喂，麦克风是一，麦克风是一，一二三。多大的力量？一二三四。喂喂喂。好，这钱两个人的力量更大，我就做我的拳架啊。好，等一下，要不然我就挂掉了，因为这不是说等一下，我先让你感觉那个劲。老哥，你来一下，我就挂掉了。好，我现在用内劲的东西，先讲劲。好，我再打出去。怎么不太准？真的，你好不好？所有我现在讲灯嘛，我现在不是近视，我没想起来。啊，不然你看我这，请师姐。现在这位置，我不知道我染上他的，但我第二种是导致痛。我所以，早上给的那个牌子，那个牌子里面有没有红线？这叫整化。那什么叫签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它叫签什么？转一下就签了，在颜面上都要签。当然你没有安全感，那你这样会挨打，这样。
但你做了一个梦，那你那时候啊，你就心脏病，啊，你没准备我就是这个，因为这是个感觉啊，那因为对你喂的人是不一样，因为人家就是这样喂你，我在演示这个管就孔的，就是他一手，我这边又转化，这边又牵动，这边又转交，我是这样的，可实际上你就这样，不要这样打。对不对？那要看对方功夫啊。你试试前几张，要不就他连那个摔跤跟那个叫我们保护他又是啊，我们学那个保护摔跤，他功夫的啊，我们就因为你说他很好学，很厉害啦，因为你速度快的，他好好不伤害他，他知道他一说假话，你可以跟他摸摸他。好，来来来，我想。你快的时候，他也可以的。不读也不打，这个关键点比较好啊。我怕大家了解，因为他放的，即使开车，他会撞到，因为你动作一大的话，那他也是。硬的东西哦，没关系，就推啊，看猛推或怎么推，啊，动不推都可以。我们不是这样，他们来不是。